老东西 Your water is ready。 朋友们，对我的作品有什么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Today I made a Brazilian bonsai for a foreign friend.许多朋友收到我们家的杜鹃，都想给它做个造型，但是呢，却不知道如何入手，所以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杜鹃的造型过程。给杜鹃做造型需要用到的工具有水口钳、指剪、麻绳，还有锯子和各种规格的铝线。做造型的第一步，我们先进行修枝。枝条已经修剪好了，因为这颗杜鹃的难弯幅度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给它缠上麻绳，再上铝线。铝线已经盘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拿弯造型。主体弯已经拿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做层次。层次已经做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给它上盆。老东西 Your water is ready。 朋友们，对我的作品有什么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